不起，因为一个人的成本太高了，大概要5万到6万块才能够照顾的人。那我们外面这边就有松岩大学，还有一些日照日托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功能的延续性，但是它从医疗往下做，这个是整个透视的那个感觉。那因为这边过去就已经是四期了，也是都是自己层楼的住宅，所以它是用这种方式去把它接起来，大概有20几公顷的地，还蛮大的。那这个是也是从上游医疗往下做的，就是门诺，门诺也是这里有一个10几公顷的地，它其实这个社区蛮大，不是只有这一块，它就是慢性的医院，受风分院的慢性医院，然后到这边我们帮他做的护理之家，再过去就安养。那这张图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原有的慢性医院，我们现在设计的护理之家，再过来就是安养，再过来这边有水上教堂，水上教堂再绕过来就是老人住宅，然后再出去就是一些松岩大学啊，跟幼稚园啊，这些全部结合在一起，中间有一个水道把它区隔出来。那在这边其实很棒，在这边其实很棒，除了说像我们做了很多防台的那个窗以外，就是台风来它很可怕的以外，其他平常就是也看到山，看到云，看到什么那个变化是很漂亮。那这是一个外观的一些措施。那这个比较在地，我是金门人，因为我们金门就福利很好，因为金九的关系福利很好，所以他们要我们去帮他设计他们叫做大同之家。那因为福利太好了，所以他们的做法跟我们正常的做法不大一样，反正健康安养也可以双人房，就是夫妻都会吵架了，怎么会有可能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福利太好，一个月只要5000块，你就可以有住有吃什么都有。所以我妈妈每次跟我爸吵架就说我要去我儿子那个设计的那个安养院了，我不跟。不过这个也蛮不错，但我们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变成合伙人，所以我潘先生说你应该回金门去贡献，这个最好，因为以后我自己将来可能要住进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四合院，因为刚讲了，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回到小时候，你小时候的记忆不会忘的，即使你失智你也不会忘的，那我就记得我们这种闽南式的建筑。那我们在底下是其实都是护理之家，那种4人房到3人房2人房，那2楼就是安养，3楼这个就是失智的一个区域，那把它变成一个四合院的这种设计。那这个也得到公共工程的一个金质奖。那它这个是民营化公办民营，那台湾其实有很多公办民营做得不错，像南屏山有一个至善天下，我们也去看过，就是空间很好，可以看得到那个故宫故宫博物院。那它是政府的那个以前设的安养机构，政府设的，所以空间设计得很好，就是两边都走道，很奢侈。等一下我大概跟您讲，对，我讲的是故宫对面。哦，你讲的是故宫，对，我是说故宫对面的山上。因为他讲到故宫，我有他会从那个安养院就会看到故宫，是这样。那这个是有一些就是新罗医院做的护理之家。那这个也跟各位大家讲一下，他们现在这个是这样子，我们帮他设计他原有的医疗大楼，现在的护理之家，他宿舍护士医生的宿舍，再过来就是这里就长照中心，这里就健康的老人，这个是失智，所以他们以后也是这样整区的
延续下来。那这个地呢，现在还是生地，在变成熟地，它有农业用地，有工业用地，啊，在变。那这个就是要有专门开发计划的顾问，不大像蔡局长一个人那样跑印章。现在是要很多的委员在那审理各种不同的专业，你要打得出来。那这个就是要去变更你这样。那这个我们特别讲是在台东比较偏乡的，它比较辛苦。它其实一开始我们把它盖完以后，我们所有的宿舍除了底下，就像护理之家有四人房、三人房、两人房以外，然后上面我们都是家庭式的。那怎么办呢？刚开始底下住不满，上面全部是护士跟医生宿舍。然后慢慢，他床往上开了以后，就慢慢搬出来。那就是那个一个过程，就是过程，就是让那个房子一直都有用。那家庭式呢？等一下我会做说明。那在规划这个里面啊，有讲到一个像大同之家，我们其实是像金门那种四合院，一落四级头的，它其实都可以一直扩，两边都可以一直扩，哦，就一个一个院落。那刚开始呢是阿公阿嬷种菜的地方，哦，也可以运动，所以每一个地方你都要想好，像双连也有啊好几期的那个规划。那这个是更新的，在我们跟台大一起在做研究的，比较像我们云林市的做法，就是他会把一些更年轻的还没有进到老人的，他开始做老人之前的健康的心理准备，有很多健康开发区，但是呢宅里面这些是长者住的，像会馆一样，像那个，但是这个照顾的成本跟那个就比较高。哦，那其实它这里面还缺一个，就是真正的像长照或护理之家，那它只是要把它纯粹做成健康的，可是，这个是理想，我们自己做的经验是不大可能。那这是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它其实有一个公共的空间进来以后就分，越长越多，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在大陆在做，不会像它那么一个十字大道这样好可怕，好几百公尺，上公里的，那楼很高的，我们现在目前在引导他们在往国外的这个方向走。那这个也是有一个大的公共空间以后进来，你看得出来就是养护，它这个护理是未来的，就是我刚才讲插三管，私自它都会比较靠近那个边，这边是健康的，那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共的空间，但是公共空间人不是很多，都是健康的长者，因为你健康长者不喜欢看到太多的轮椅，甚至卧床的也不舒服，所以他们有各自的出入口，可是也有一个大的很好的公共空间，设计上都要这样想。那像这个也是，就是有一个机构式的，跟一个居家模式的，但在国外地比较多，比较容易做得到这种很舒适的。那这一种是一个错误的范例，不管你如果真的做成这样，你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温暖，不会这么像医院一样的那种感觉。好，这张比较重要，这张很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是在上面，我们在讲的是在下面这个地方。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一开始如果要能够照顾普及大众，你就要开始盖这种中央走道，就像双人一样，两边房间。这一种大概每一个人，你连餐厅什么其他公共洗衣房什么都加在一起，大概每一个人大概50平方米到60平方米就可以盖得起来，就可以照顾一个人，一个单人房。那这一种呢，大概就是要60到70，因为那是单边走廊，然后这个公共空间就越多了。你买房子也是一样。那个公共设施越来越大，那很舒服啊！你一出来就有亮光、有采光什么也很好。啊，长者就是要多阳光。到这一个呢，哇，他就自己有一个区域，然后又有一个大的公共，这个就要一个人要70到80。哎，这个又更好了，有点像这个，他又有自己一个公共的，那这个就要80到90，这个就要上百，一个人就要上100米平方，就要。你看它一个房间也大，然后呢它还有很大的公共空间，外面还有更大的公共空间，
所以你从一个等级一直这样一直走走走走，就会面积就会越来越大，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一开始你要怎么做起来，你就要有一个选择，有一个选择。那这种选择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时候就要去定位。像我们现在碰到的最近这几年的趋势，是一定会开始做，就是说除了政府做比较平价的以外，啊，就是有比较高单价像这种会做出来，啊，因为我们自己看这几年，就是说像缴保证金，然后他就五六百万的保证金，或到一千万，你看你要的面积，那这一种大概这两三年会比较有趋势，就是我们自己在接触就会发现有这样的趋势。好，那接着我讲一些安养机构的一些基本设施。这个是双人房，这是我们设计的双人房。这所有里面你看到都是圆角，然后这个它的高度、它的这些垫都比较硬，它方便长者要撑起来。就像女生大概就知道，或者是男生以前开带，你就知道，你到妇产科他那个坐的椅子差不多就是这样，要让它容易撑，然后可以坐得起。但是又要用很多圆角，免得撞到。但是又是温暖，我们很少用铁的，铁的就是冰冷，长者就不会去碰。那这个就会有问题。我们包括扶手，包括厕所里面无障碍，都是塑胶的木头的，不会去做不锈钢很冷的东西，因为他就不想碰，不想碰他就会摔倒。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想要的。那这个是双人房啊，看起来比较大，就是夫妻房。以前十五年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十比一，就是十间单人房里面一间这种双人房。那个时期就是两个夫妻都很健康的时候不会来住老人安养。等到有一个已经有一点点身体要照顾，他们就来了，所以就开始住这种双人房。那所以这个双连那边有一个缺点，就是双人房太少。我后来他们觉得是优点，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就当成让大家不会想睡觉。就是阿公阿妈在那边住久了，住了十几年会有感情的，啊，感情有感情怎么办？就会去跟着蔡局长，我们要住在一起。蔡局长就是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双人房很少，我们其实他也不敢提供。为什么？因为提供以后就很多麻烦，那个子孙就来找你，因为分财产都不知道怎么办。两个阿公阿妈七十几岁开始谈恋爱，就分产以后那个后面的继承的问题啊什么就一大堆。他们说，等一下，他说没有，我没有双人房，有的话呢只能让你们靠近一点，你尽量不要让他们住在一起。哎，但是这样也有好处，其实也不是完全就说，因为还是有一个老伴，对不对？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刚刚讲无老以外，我们要一个准备，就是总是有一个会自己孤独的走，不大可能两个同时间。那想想另外有一个伴也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以后设计可能我们会在十比三左右，就双人房会大概在三，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设计里面这些现场都可以看得到，也都是有图，然后也都可以参考，就是一定要很多活泼变化的空间，尤其是光线，你看到我们到处都有给它光，连地下室什么。很重要一点就是长者要晒太阳啊，大家知道每次的那个维他命 C 啊，这些什么其他什么让骨质好的才有用，如果你不晒太阳就没有用啊。这是日本人大概二十年前就研究出来了，就是你是在给他很好的维骨力什么，骨头还是会捏碎。就是没有太阳，间接阳光都可以，所以我们会很多的太阳阳光进来。那像这些都是从上到下，然后有很多的节点，然后休息的空间。那个阿公阿嬷会自己设立范围，那固定几点到几点是谁的范围。以后我们也会这样子，所以那有一些咖啡厅，然后这个有一个大厅比较大，看得到，然后。